这个是 vivo 最新款的这个爱酷66啊，最新款的12+256G 的，我看一下这个官方卖多少钱了，3299米，12+256G 啊，全新的国行未激活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在那个远望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就这里面看一下，就是里面拿货到底是多少钱呢？哎呀，走吧，先看一下哈，这个国行全新未激活的。爱酷66啊，12+256G，黑色的是2700-2750，蓝色的话是2720哈。刚刚手机已经拿到了，刚刚是等了一段时间我去拿别的，然后呢晚上我才过来拿。这台机子是这个全新未激活的。首先呢，我们在这里拿货呢，一定要在柜台啊当场，就是一定要检查这台机子呢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台，然后呢，把这个手机的型号、颜色、内存一定要确认好。这边如果说你们在深圳的话如果说你们要买一个这个国行新机的可以来这里，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地方做批发的可以帮你省几百块。